今日想同大家介紹嘅化妝品牌咧，係啱啱嚟到香港噶，咁就係嚟自日本嘅 Addiction by Ayako 啦。咁就係講翻佢嘅設計啦，其實咧用咗一啲好 chic 啊、好優雅嘅設計，咁 texture 方面咧。是很 smooth 的，眼影是有99隻顏色的。其實呢，這個化妝品牌系列是專為一些現代的女性而設的，所以今天都想化一個又自然又時尚的妝容。我會用這些 eyeshadow 的顏色，我們有啡啊、有白啊、有些很 neutral 的顏色，這個淺粉紅色掃上去我們的眼皮上面，眼头位，跟住啡色咧，去扫喺我哋嘅眼窝位，跟住再加少少屎抹下啦，唔会太夸张嘅，再扫上去我哋嘅双眼皮位置，再少少少啦，喺我哋嘅下眼线位。好，跟住咧就用佢胭脂啦，浅粉红色，带出少女嘅味道啊！最后咧，我就选择咗呢一只桃红色嘅唇膏，虽然整体嘅色咧。好似好深色嘅，但其實咧佢都有好滋潤嘅效果噶嚇，咁所以咧色出咗嚟咧唔會係太誇張。咁如果你想加深佢嘅效果嘅話咧，就想介紹咧佢呢一支 lip gloss， 呢支深色嘅 lip gloss， 再加上面咧就可以突出嘴唇嘅顏色噶啦。